现在我们在阳明山文化大学的后山，后山这边不是有很多的那种美军宿舍吗？然后这边就有我们的响阳明，超漂亮的响阳明咖啡美食。然后我们今天呢是要来我们的响我们的 Happy Bird 素食餐厅，它是响阳明的开的另外一个品牌，专门做新式素食哦。嗨，宝贝，好久没看到你，真的超久了，金哥。啊、我想说你的停到哪边去了？我刚刚停在他这一栋的后面那栋的巷子。里面的车，这个都是。啊、哦，这个都是哦，这个也是他们停车场。对啊，这两有两个。哦，所以这个也一个。对。那这样很好停车哎、欸。对啊，停车超方便的这个点。我们的 Happy Bird 素食新开幕哦，你看超漂亮的庭院，嗯，超漂亮的，很美式。今天我们来这里试营运哦，大家赶快来。现在来可以享受最棒的品质，嗯，哇，好棒！你看就是这个，我们的这个肉制品也太美了吧，还会转呢，嗯，哇，这个超漂亮的，这是我们的吐纳天地吴冠德老师的作品，超漂亮的，这是个地球吗？好美哦，嗯，是不是很漂亮？嗯。超漂亮的！耶、嗯！哇、嗯，好、yeah, 小的宝宝，是谁的？邻居来了。好小的宝宝，给你坐那一桌。好，我坐这边、啊。超小的宝宝，谁的？来来来来来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天达 ，Happy Bird， 好贝美，你看真可爱。创造自己，尊重、包容、爱自己、爱地球哦。这边是没有肉的美食素食哦，然后用在地食材。有什么推荐的吗？嗯，很好推荐，来，我来给你推荐。好，来推荐米雪，我们的米雪来推荐给大家。来，我帮你们点菜了，来来来，帮你点菜。来来来来，嗯，生菜沙拉吃吧。一定要吃。那我跟你讲哈、嗯，你们呢，先你们一定要点一个这个，这个，你们一定点一个这个，你们等一下点一个这个。好，伊甸园交响曲。分开来，有桌子。来来来，我就帮你们一起点。对，来，那我先跟你们讲，你们自己找。我们的配合最贴心。你来，他们点两桌点一样的，来，这桌的。你帮那个谁，你帮那个谁点，你点你们这桌的。你点、嗯，然后你点那个咪咪那桌的，我先跟你讲，从生菜沙拉开始好不好？伊甸园，没有从生菜沙拉开始。生菜沙拉啊，不是，那伊甸园不就是生菜沙拉了？好吧，好吧，你们就点这个就好了。对啊，他们点，你们点，两边、啊、都点这个。这是一定要吃的，上次哦，这个超好吃的，这是温沙拉哦，它都有烫过，然后还有不同的酱料。重点在哪里啊？嗯，我们怎么没看到？是的，伊甸园。开胃菜，伊甸园，这里啦，对，在这里，对，伊甸园，嗯，周慧香，对，这边，对，嗯，好，然后这个一定要点，必点的，这是什么？节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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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节瓜一定要点，嗯，节瓜，节瓜在这里，倒数第二个就上山瓜，然后这个什么？这个春卷一定要吃，豆腐春卷，豆腐春卷，你们都单点就好了，好，这个更好吃，全麦的。有啊，你们已经点这个了，就点这个，啊、那就点花菜一定要吃。花椰菜，全点，全点。我们正在点餐中。对，那这个一定要吃，对，都点不一样，这个一定要吃，这个一定要吃。这是什么？猫耳意大利面，猫耳意大利面哎，每个看起来都好饿了。猫耳意大利面，在这边是吗？哈，都是好饿了我。嗯，对，然后再来。饭一定要点，这个饭一定要吃，这是一定必点的咖喱，咖喱饭，咖喱饭，咖喱，咖喱饭，对，咖喱饭一定要点的，点一个饭就好了，点一个饭就点一个饭就好了，一定要点披萨啦，披萨一定要点，披萨一定要点，好，披萨，披萨点一个，看你们喜欢吃哪一个披萨，吃五，好特别哦，还有棉花糖奶拿铁，这是甜点吧？没有披萨，哇，松露也菇的个，好，他点那个你是谁的？有点棒，好，松露也菇，那你们呢？我不会选那个、啊，你可以选别的、啊。你选别的、啊，你选这个炒也不错，这个很好吃。这是什么？嗯，卡布里。来，啊，来来来，那你们你要坐过来咯，给他们两个坐。卡布里，好，卡布里，他们在帮你们点菜。我在帮你们点菜。哇，你要吃一个汉堡吗？已经开始了。对，我们等一下再来开始。开单就要开始。你要吃一个汉堡，你要吃一个汉堡吗？汉堡吗？哦，我后面还有，一二三，没关系啊，都吃得下，反正汉堡。你们要一个汉堡吗？好啊，好哦。你选一个。洛梨沙沙吗？你敢吃洛梨吗？洛梨番茄，洛梨番茄它比较适合它，因为凤梨它妈妈又不吃。凤梨洋葱，洛梨你敢吃吗？敢啊，那就洛梨好了。洛梨，那你呢？好，我也要洛梨啊。好，他再给他一个洛梨汉堡。嗯，好，然后再来今天的甜点就只有这个，一定要点松饼。哦，松饼。他现在点这个珍珠松饼哎。好，来饮料在这里，四种饮料，哦，这个一定要吃。
是什么？那是芒果，我不敢吃啦。对啊，蓝莓。这是那个奶昔啦，对，奶昔。你要吃哪个口味？我很少吃奶昔，那就不要点了。对，那饮料一定要点四种口味全点。那我一定是咖啡耶，怎么办？没咖啡，这边没咖啡。怎么可以没有咖啡？可以去星巴克帮你。没有，不用啊，想阳明山在对面啊。我想你，我去想阳明弄咖啡。那饮料就先点喽。饮料先点，直接点，先点。你要什么？那就四杯了啦，四杯吧，各一杯，这样就更快了。你今日的黄金比例。还是今日的黄金比例，苹果红萝卜。来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你是要这个吗？苹果红萝卜吗？苹果红萝卜一个，苹果红萝卜这个一个。它的小黄瓜很不是小黄瓜，我跟你讲，它的小黄瓜非常不小黄瓜。那你小黄瓜奇异果吗？小黄瓜奇异果还是小黄瓜蜂蜜？你要什么？奇异果，小黄瓜奇异果。好，再来一个今日黄金比例，一定要比，一定要点黄金比例。今日黄金比例就好了，最安全，最安全。今日黄金比例真的很好喝。所以员外黄金比例。凤梨苹果可以吗？是谁不敢吃小黄瓜？啊，吃红萝卜吗？吃红萝卜，吃红萝卜很好喝。那你红萝卜？苹果红萝卜对，很好喝。三杯小黄瓜，三杯了，还有一杯啊！苹果凤梨来管，你有那个？不然要喝什么？这个再一杯。不然要喝什么？对，好，很好的，好了，好了，可以。苹果，先帮大家点。哎，阿公阿妈点什么？你的放这里。阿公阿妈点什么？你们点什么？你们点的什么？啊？北极呀，你们两个点的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这边就是有这些艺术作品，漂亮的可以看，不可以摸，但可以看，很漂亮哎。哇，这边真的是环境优美，哇，真的是很棒。接下来这边，噔噔，好可爱哟、哦！这边有一个小兔子哎，噔噔噔，兔，真漂亮。是啊，哇！今天带阿公阿妈来吃这家新蔬食餐厅哦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嗯，真材，它那个应该是用真的南瓜去用的，原味的原物食材。对，哇，这个艺术品真的很漂亮。我们好像没有点南，我们有点汤吗？我们好像没有点汤，对不对？这家套餐啊，套餐很难啊。哦，就是某一要加套餐就对了 ，OK。Yeah, 很漂亮的环境哦。期待我们的餐点。这边洛梨汉堡，哇、哦，马上来了耶！洛梨汉堡，德曼，其他人都还没到，害我不敢吃。洛梨汉堡。超厉害的，里面是洛梨，你看里面洛梨。哎，那这个肉也是素的肉吗？对不对？里面是未来肉，它是用大豆跟黄豆去做发酵的。未来肉。未来肉。叫未来的肉。哦，未来肉，大豆跟黄豆发酵的肉。吃起来的口感很像肉，但其实它里面主要的成分就是跟肉完全没有关系，主要是用就是刚刚那一家用大豆黄豆去做的，这不是肉哎，太酷了，拍一下照。外面那个蓝色那幅超美的，对，超漂亮的，对。来，我们看到了，这个一定要来，我们的老板，那个拯救地球的，你看到吗？救世主，你要做超人的动作。我在直播。你要做一个超人的动作啊！等一下在直播的时候好了，哎，你们在介绍这些话，一定要看一下它的主题跟它的内容。对，那你要应该由你来亲自介绍。那个上面有写。对啊，上面都有写。后来的时候，你就看着那个画，然后那个内容，你站了3-5分钟，你可能会进去那个感觉。哇，你要不要介绍一下第一幅镇店之宝呢？第一幅画一定要先讲。来，外面蓝色那个魂天。天地混养天，这什么天地？就是我们这种的，蓝色。我刚刚看这幅真的很漂亮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育养天地吗？吐纳天地。来，这幅画呢，就是这吐纳天地。来，我们来照一下那个字哈，来，然后老师帮我们念一下。吐纳天地，对。无边无际，而且是无穷无尽的，真的很像是一个地球在那边，真的。因为如果说您在外太空来看我们的地球，美兰姐，就是这整个
哎，很像是从太空来，对，就是太空看地球，而且它是用数字画的哦，这个画家的数字画成这样，真的很厉害，太扯了，超棒的。而且你一直看着这幅画，心自然而然都平静哎。各位你们知道吗？哥哥们，它有在旋转的节目，我们今天讲一下，对，它在旋转哎，一定要我们的这个镇店之宝，这幅画叫《吐纳天地》，对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是因为人类其实是地球的一部分，不是掌控地球。所以呢，这个整个大地的一个融合是非常的重要。嗯，你远远的看，就好像一个地球。对啊。你近近的看，每一个树，每一个树形都非常的漂亮。OK， 那我们是深入在里面。好，最重要关键，这么漂亮的画之外呢，我们的灯光是找灯光学科光学博士。哦。台湾的五大美术馆，台湾的五大美术馆才有找他。我们。在六分钟里面，把一天的光线，从日出、早晨、中午、下午、夕阳、晚上，灯光的变化，你会发现六分钟里面就把一天的灯光完全变化在这里面。所以上面的灯会慢慢会调哦，它会变哦。对，它设计会变。好厉害哦！这个单单这个灯就有写城市，它的灯光变化。所以这幅画会随着它的灯光的变化，颜色也会变化。你们亮会站的，比如说你们有很亮，就是往中午时间。还有分不同的时段，对，它会慢慢从早晨的时候，那个黄黄的话，好像刚开始的那个晨曦，然后中午的时候就很亮，到下午的时候就有点黄昏的感觉，然后到了晚上就比较暗的感觉。哇塞，好用心哦！而且是在六分钟里面把一天的光线变化，好用心哦！在六分钟里面，六分钟护一生。哇！所以呢，天地间的运行。它是有一个轨迹，有一个气，有一个逻辑，对。所以我们人类刚有提到天地的运行，我们人类是其中一部分，所以我们要更尊重这个地球，真的，然后更包容。所以人跟人的尊重，人跟动物的尊重，人跟大地的尊重，因为现在太多的对立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包容，互相包容，包容所有的一切，对，然后跟随天地运行的大自然的规律，这样，哇，好用心，真的有天行健，身不息，对，所以如果你站在这边站个六分钟，那整个进入那感觉是非常非常棒。真的不一样，六分钟会把一天的它的一个从早到晚的景色光线不一样，对，整个变化现出来这样。哦，真的有在变呢。其实真的你没有讲，真的没有发现，但是你讲真的是会有变，因为一定要有解释。因为这个灯光光学博士，他是台湾的五大美术馆的灯都找他去打，专业美术馆在打灯，他都第一家餐厅邀请他。来打灯，它都美术馆、博物馆，美术馆、博物馆才会有这种灯光。哎，现在就变暗了，现在是晚上了，已经开始变暗了，现在是晚上了。哎，有哎，光线已经变暗了，好特别哦。你看，把你变暗以后，等一下慢慢的那个光线就比较偏，又会亮日出了，对，好特别哦。这个时候就觉得那些树更立体，有没有？对，更它的颜色更立体，对，更立体出来了。是的，我觉得我好像一只鸟在树林上面看这个地球这个世界，形容的真好。对啊，就是一只鸟，而且你没有看。看着他心很静，对啊，有没有心非常非常的平静？哎，如果你心里面最近有压力呢，一定要来到我们阳明山的 Happy Bird 哈，来跟我们这一幅镇店之宝，这个叫怎么再看一次？吐纳天地，吐纳天地，真的，体悟到万物的共生之道，真的，我们就我们的飞来这里，停在这里，对，日出了，日出了，要亮了，对，日出了，我们已经被这幅画已经完全吸住了，对，完全吸住了，真的。比较偏有点红色，那你看更亮了，真的，比较来的人多了，你真的越来越亮，越来越亮。那我们问一下这边的创始人，我们的吴老板呢，分成两馆，对不对？哎，对。这是第一馆，后面还有一个二馆，对不对？那你这样的一个规划跟设计啊，理念是什么 ？OK， 我们就是前面这一边像用餐啦，然后聚会啦，是在这边。哦。那如果你吃饱了以后要下午茶呀。聊天啦，或是要茶道啦、品茶啦，我们就可以在二馆那边。那二馆那边我们会你去看的时候很，就像家里面的客厅啦。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个四连画，那四连画是从五到五。我们可以跟着吴老板来到二馆走一圈吗？好，走，我们来走去二馆。对，走，来看看。我们现在来3月29号。这比较先进。心境心境哦，像倒影哦，倒影镜，对啊，倒影镜，倒影
大家倒影来照一下这边心境，对啊，这幅画叫心境，嗯，来这边呢、啊，不只可以吃到好吃的，那还有可以熏陶我们的艺术，我们的艺术气息，净化心灵，净化心灵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来欣赏艺术品就很值得了，真的。Okay, 不只可以吃到美食，还可以来。我们现在呢，带各位来到二馆去哦，走，心境，走走走。那听老板解释，那个话我们刚刚已经照过了，好漂亮。我们户外区这一边也是来的时候，落羽松整个重新打造，然后你看我们地板木纹地板，哎，真的，木纹地板我们是定制的。哦，这个木纹地板是定制的，定制的，因为每一个的那个图案有点不一样。因为这是在山上，它下雨啦、潮湿，所以我们在木纹地板是用定制的。哦，它是不会烂的那一种木纹地板，所以它不是木头，对，有点像是塑的那一种。然后这边整个落羽松，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落羽松，超漂亮的。从响阳明山那边到这边，全部加了种了80棵落羽松，哇，这么多！响阳明山这边到 Happy Bird 了，已经种了80棵落羽松。然后这些草啦，这些花。花我们种的大概是有6000多棵嘛，哦，所以我们希望让阳明山更阳明山这样，哦，充满了阳光，对不 对？很多树啦，阳光啦，你很大自然的感觉这样。哇，真是太棒了！然后你白天来，现在正要开始发芽。落羽松开始要发芽，对对对，你大概是在一个月的时间，整个生命力，我看到那个生命力的感觉，嫩芽就出来了，嫩芽就出来了，然后重生的感觉。老板的介绍，介绍呀，介绍啊，整个灯光打起来，因为二馆呢，二馆那个感觉不一样，对，我换一个漂亮，那地球画水耶，哦，大家有没有很期待？好期待，对不对？赶快来哈，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开始预约喽，对呀，哇，坐在这个树下，这个是红枫吗？哎，红枫。哦，这个是枫叶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。因为我们要推广素食，尊重、包容、爱自己、爱地球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要尊重人与人的尊重，人与动物的尊重。对。那包容，我们要包容万物一切。哦。所以呢，吃肉的我们也包容。对。那我们希望每个人爱自己。对。爱自己怎么爱自己呢？平常已经大鱼大肉。尤其六日在家里吃更多，所以礼拜一应该要怎样吃素，爱自己一下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好，所以推一一计划，什么叫一一？一个礼拜一天吃素，吃素就好了。如果一个礼拜一天吃素，不会很难嘛？不会。那么简单的时候，大家就可以做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大家愿不愿意承诺一个礼拜一天吃素？好。愿意承诺的要敲钟吗？如果承诺的话，就敲钟。哎，言外承诺，敲钟，敲钟，对。言外去敲。哎，你那个表情，你这个表情不敢承诺，你很心虚。来来来，我要帮你，我要来，你帮我来，来敲钟，我们明确的承诺。哦耶！耶！你不敢吗？爱地球。耶！我们爱地球。一周一次，一周一次，无论如何，言外承诺了，明面里面。哇，承诺了，对，你看，对呀，真的是要这样，我也要来承诺，承诺一下，我们剩下都很好的，真的是很棒哎，真的很棒，对，超棒的，哇，这样子真的整个来到这边好，心情都放松了，我觉得好像看到希望哎。那你这个步道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 S 型，所以你等这些落羽松整个发芽出来的时候，你坐在这边刚好这样子拍也很漂亮，对，这样拍也很漂亮，复古，我根本没看到我们的景都很漂亮，整个餐厅里面好复古哦，真的，而且它走 S 型的，哎，刚刚啊。那下次一定要来哦！现在我们也可以试营业哦，可以直接预约了啦。等一下我们会把这个链接发在我们的生活交流频道，各位粉粉们也可以来预约，再来到我们的二馆，听到那个非常放松的美妙的声音。哇，这一幅画也好漂亮！哇，它雪地的感觉哦。这一幅画叫希生，希生，希望的希，森林的森，声音的声，音的声哦，希生。这幅最主要是聆听寂静之声，行入朴与真的境地，传来源于生命深处的自然明晰之声，和于脉搏心跳之声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站在前面，你好好看着它，然后感受自己的心跳，你会觉得哇，人的自然。然后你看。我觉得把你录下来变导览了，有来的人都要听。感觉好像没有打灯一样，是，就它是有打灯的，它的很自然，很自然，真的超美的。你就感觉自己本身进入里面，然后呢，想象
感受走在这片树林里，真的超美，真的超漂亮。我这一幅把它拍起来，放在我手机的那个叫做手机桌面。桌面哦，真的是很棒，等一下一定要来好好拍一下照片。真的哇，这边还有哇，这个绿色又是什么？对，艺术品的。哦，这一幅又是什么？这一幅叫做《光之行》。哦，来，《光之行》就是其动也天，其静也地。光行于天地，万物萌发动与静。所以你站在这边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好像一个光动跟静的一个变化。嗯，真的哎。如果下午时间夕阳又从这边过来，哇，整个金黄色超级漂亮。超级漂亮，你会想象到光、静与动的感觉这样子。而且最难的是在平面的画作当中有看到流动的这个感觉。真的。对对对对。真的很厉害，对，来我们这边真的很厉害。这个栩栩如生的这幅画，对，这幅画朝露，朝露，这幅画叫什么？朝露，真的很像风在吹，然后那个稻子在飘扬的感觉。心静下来看着它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栩栩如生的感觉，看到你的生命力，对，然后与人互相依靠的啊，哎，这个这幅画真的讲，真的讲很紧密，对，真的。团结哎，这是画作，不是拍照哦。哎，真的耶，这是画作，全部都是真机，这些全部都是全部都是真机，真的很像相片。不是拍照哦，不是相片哦，全部都是真机哦。这是画作，不是照片，对不对？是用什么材料的，对不对？用什么材料？油画的材料。还有一个更棒的在哪里？是的话，怎么可以这么厉害？后面呢？后面这边。我再绕一圈嘛。哇，这是下午茶的。哇 ，Happy Bird 的 logo， 来各位，哇，这个是 Happy Bird 的 logo 哦。两位老师，注意一下，你的衣服刚好配在那边。对呀，哎，很搭哎，超棒的，真的很搭，超搭的，嗯，超搭的。哎，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做讲座呢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上课。这幅画太美了吧！然后这是那个壁炉，这是壁炉，壁炉都是冬天在用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呢，这一幅叫做秘境，秘境，秘的秘。安静的静，秘境，心静自身。那秘境，何秘之有？也就是说，你本来心就已经是那个安静的地方，你何必去寻找呢？所以你坐在客厅，就好像家里自己的客厅，坐在这边，然后想象着冬天的壁炉，然后看着这个画，哇，对，来，坐这边，这也太舒服了。菩提本无树的概念，对，菩提本无树的概念，在那边喝茶，我们茶道这样的话，非常非常棒。真的想不想把家里面也弄这样？对啊，这样很棒哎，不用，你家不用弄，来这里就好了。各位，你想象一下，来这里就好了。如果你要住在阳明山，阳明山有花园有树，你一户最少要好几亿。对啊，你现在不用花好几亿，就每个礼拜来一次就好了。你只要来吃饭喝茶，可以享受，就享受自己的客厅。真的，对，每个礼拜来一次啊，那么多菜吃不完呢。我们几年都没有上的阳明山，现在要每个礼拜。来，想要跟米歇尔约会就来这里喽。对，一周一次，一周一次哦，真的，一个礼拜一天。对对对，哇，这是一幅更漂亮，这四联画。四联画，从有到无。从有到无，哪边是有，哪边是无？哪边是有，哪边是无？哪一边是有，哪一边有无？哦，从有到无，这一幅看你怎么看。对对对对，如果是云雾的话，如果树木的话，这边是就是有，有这边就是无。如果是云，如果是云的话，那边有，那边是无。所以有跟没有。它是怎样？一样的，一样的，对，一样的，看每个人怎么判断了。对，然后一体两面，超棒！哇，这边还有茶。来，看一下这，对，这一幅的叫忘怀，忘怀，忘怀，也就从左到右，生物的一个生机蓬勃发展，从右到左，就是大自然的云的飘渺，好美，哇，好美。所以，有无相生。静动相，对不对？有无相生，静动相。嗯，所以有跟无，好，有跟无，真的。静跟动，就相生。OK， 所以很多东西看你从什么角度看。对对对对。所以尊重跟包容是你要永远存在，人与人的尊重，互相的，人与动物的尊重。OK， 互相的，然后再包容。OK， 真的。有跟无它是一样。对对对，有跟无，啊，静跟动。OK， 哇，你看，好美哦，杯垫了呢。你看我们的杯垫，可以买吗？杯垫呢？哦，借我们看一下。现在这可以买了，哎，可以买，可以买了。刚刚就是把这个杯垫呢，
刚刚的那一个，真的，那做成杯垫，土纳天地，这可以买吗？可以可以，土纳天地，我们把它的故事都写在里面。哦，都有，土纳天地讲解的，讲解的很好。这个杯垫呢，你看，我们这个画家，他就是针对我们这边的整个环境，再把他的画重新做一个诠释。嗯，所以他的画，他这十年来他的最精髓的画，他也有讲解，都把它收藏起来。嗯，然后这一幅叫希望。希望哇，这漂亮，更漂亮，漂亮，很漂亮，哇，这个更漂亮，真的漂亮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超级漂亮。今天跟我的指甲颜色一样，哈哈哈哈哈。在收藏，我们这一幅，我们这一幅是三百，哇，外面那个360万，今天都可以买，今天都可以买，今天都可以买，买多一点，对啊，等下再来买，嗯，购买吧，可以团购一下，购买，啊，够哈。然后你看，我们连这个壶。都是我们 Happy Bird， 哇塞，专有品牌耶，这个是铸铁，对，很漂亮，它是陶瓷跟铸铁去融合，异材质的结合，哎，哇，好漂亮哦，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，这泡茶可以啊，真的很漂亮。我们今天在这放在这个 Happy Bird， 对 ，Happy Bird， 哦，的茶店 ，Happy Bird， 看到没有 ？Happy Bird， 好漂亮的，有茶餐，而且连这个杯底也有这个 Happy Bird， 对，超棒的。有没有看到这一个茶？茶壶，所以老板这个未来也可以卖，对，也可以买。哦，是真的泡茶。各位，这非常难得，这个很特别。来介绍一下，这个在窑烧的过程当中，因为它两个材质，一个是铸铁，一个是陶瓷。陶瓷在1600度到800度的这个循环当中是最容易爆裂的。嗯，然后它要能够异材质能够结合。哎，对，超赞的。原味好懂哦，原味超懂的，它每一样东西都很赞的。我们泡红茶，哇，然后用这个汤匙，像这样。这么特别，对，哇塞，我们好像回到秦朝的时代了。我们希望，我们到秦朝喝酒喝茶，我们希望过去点奶茶，用咬的，哇塞，我起鸡皮疙瘩哎，秦朝，哇塞，一定有那个情境哎，真的，而且你看哦，整个都是手摇哎，茶是用这样的用咬的，这样子，我们的汤匙全部是手拉胚哦。有没有想想不想再加一箱假龟甲过来一下下？秦始皇吗？对啊，这个圆外就是圆外，哎，圆外就是圆外。喝茶也是一种艺术，也是一种生活。我们希望让也是一种生活。年轻人觉得喝茶可以很时尚，对，喝茶可以很好玩，对，不一定一定要茶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你可以看到，我喜欢这个茶汤、茶色、云朵，还有好可爱，好可爱哦，没有很可爱，云朵很像一朵一朵的云，我们这全部都是自己开模，对啊，全部都自己开模，全部都是自己开模，这些杯子、茶盘系列的呢，茶盘很可爱，而且各位老板很用心，特别选这个颜色。这是有官窑才能够烧这种颜色，对不对？哇塞，哇塞！袁老师，你真的是太厉害了，上知天文下知地。对。未来我们这边，对，这边会安排茶道。哦。教我们。这边安排茶道，喜恩、午安，吃饱了吗？喜恩，你知道吗？你安排时间来我们的 Happy Bird 享阳明商号，来阳明商来走一走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我们一起来这里拍照。我以后每个礼拜来都会拍这里，哈哈哈哈哈！来来来，都来拍一张，一张一张，一张太少了。一二三，真的耶！好，来，超漂亮的，要不要多来这边拍一张？嗯，帮你们拍一张。好，这样子拍才，这样拍就有 Happy Bird 的那个 logo。阿妈坐，她坐那边呐，我才有拍到 Happy Bird 的 logo。对对对对对，嗯，来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哇，这客厅太舒服的客厅了。后边那个 logo 你看有没有？有有有。那 logo 上水。很棒，来最近一点，嗯，太近的。三 ，OK， 好，超漂亮的这里。老板真的好用心在设计这个餐厅哦，每一个动线，然后每一个摆饰，其实都有用意的耶。这幅画真的很漂亮，这幅画我也很喜欢。来，你们站左右两边来拍一下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哥。安先生。啊，好来哦。帮你们拍一下。看这里。一、二、三。OK， 好。让我自拍一下哦。啊，自拍一下。好，你自拍。等一下，来了。喂。想阳明，想阳明有看到吗？在他的斜对面，啊，旁边有两个停车场啊。你拍他巷子旁边两个，对，就是专属，就进去啊，按钮就好了。对对对，哇，对，想阳明，
啊，我们在中庭这里，我们在中庭这里逛，嗯，对，好 ，OK， 好好，拜拜，嗯。你自拍吗？好，自拍一下，嗯。这把手是一把刀，很漂亮啊。好，拿这幅这幅，每一个都要拍一下吗？呀，哎，看这幅是一个，这幅真的很漂亮。嗯，这幅还是碎。它怎么可以？而且听说它是用树枝画的耶。啊？用树枝可以把树画成这样，真是很厉害。对。哇，你们两个穿情侣装哦，红哦，红配绿哦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看这里。好，一二三 ，OK， 好。这把刀就跟这把刀是一样。对啊，好的。这把可以，都可以啊。我们要回去那个墙壁到了，来。来，嗯。你们站同一边嘛，站同啊坐着。哦，好好好。好，那看着这幅画也可以啊。好，看这里，一二三。OK， 好。走。上衣服。上两下可以。哦，我就。环境真的是很漂亮哦，推荐给大家我们的想要你的对面的 Happy Bird， 这两家其实是相关企业品牌，你看听到老板的介绍就知道他们真的很用心，所以我们要好好支持用心的餐厅，用心的老板。对啊，每一周一次来这里无肉日，然后这边的蔬食真的超好吃的，那个伊甸园沙拉那些真的，你每次每个礼拜来点一样就、哦、真的吃不完吃不完。对啊，嗯，好啦，我们来开始吃东西咯。菜，大家看做起来像韩式炸鸡，超可爱的，超可爱的。你看我们的小香，整个盘子都把它砍掉了，超棒的。OK， 有没有看到？来，对啊，拍一下。连我们这边的服务人员都这么帅，对不对？超棒，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素食。对啊，有肉，看起来都像肉了，对不对？看起来都很像肉。哇，大家都来了。耶，好，对对。来来，坐，我们坐这桌，我都先点了，这个都是，我都先点了，对，来，快点，哎，所以我们的店员在那边了吗？没有，他买的，我是让你看要不买的样子。刚刚那个艾利克说他想吃这个看起来像韩式炸鸡的是什么？这是下酒菜。没有，它是花椰菜。对啊，我说这个这边是下酒菜。这是花椰菜。还有需要再加一点餐点吗？还是得？我们就这样而已。我们还没来。我们没有主菜吗？东西还没来对不对？还有披萨，还有披萨跟面，还有一个伊甸园三样嘛，还有没有再加点？嗯，这些都是下酒菜。好啊，好 ，OK， 来，这个叫做若梨汉堡。洛里汉堡，来，这个里面是我帮你介绍，这个里面是它叫做未来肉，它是用大豆跟黄豆组成的而成的真实料理。你现在就是代言人了，就对了。哎，我刚刚已经跟老板逛了一圈，看欣赏了那么多画作，哎，超漂亮的，真的。你觉得你除了可以吃到好吃的蔬食，然后也还可以让心灵更那个啊，疗愈，对，投资这些画作，真的很漂亮哦。真的，好，开始吃，开动。肚子饿了，先吃。韩式炸鸡哦、喔，这花椰菜好吃哎、欸！阿妈阿妈来吃吃看这花椰菜，来快点吃吃看这个。来来，你给他们插一个看看。这个好吃。嗯。很韩式炸鸡哎、欸。对啊，韩式炸鸡。不是，它是花椰菜，不是很像韩式炸鸡。你不说谁会发现这是花椰菜？有口感的。真的很脆脆，炸的。嗯。炸花椰菜很厉害。嗯。这个超厉害的。超厉害的。真的很好配。它新开幕哦。对啊。试营运。这怎么办？要切啊。可以切。我什么未来肉汉堡？未来肉汉堡，我说这真的是肉吗？哎、欸，里面还有那个洛梨未来肉汉堡，洛梨牛肉汉堡，洛梨肉汉堡，你就一半给大家，我们俩吃一半就好。嗯、来来来，我没有节瓜，我没有节瓜，对，嗯，节瓜。像比尔盖茨不是就有投资，真的叫未来肉，它就是用那个合成的，全部都是用合成的。来来拍一下，看这里。你要拿着那个，那今年的一二三，要往前推一点。耶，对对对。OK。那今天老板没来。
这边我们都包了，你知道吗？忙着赚钱就对，忙着抢钞票。没有口福，没有口福，对，嗯。真的假的？这么不爱吃东西？阿公，你吃我们的披萨？哦，有有有，有有有，这边这边。超漂亮的，来来来，芝麻叶，嗯，芝麻叶披萨。是哦，蘑菇芝麻叶吧，类似这种的。好吃哦，好吃的，这节瓜好好吃哦，好爱吃这个节瓜，这节瓜真的很棒。嗯，这个酱也很棒，这个酱。嗯，全部都是菜，所以吃完都不会胖。全部都是纤维。很棒。嗯，好吃。耶，赞。还没啊？应该还没来。我在等啊，准备要拍了。准备要拍了。因为有人通风，我看到有人要来了。通风报信都来了，超厉害的。等他来咯，拔河再一个，你看这么洗衣服，真的，耶！来咯，我的伊甸园来了，超大的，莎莎你看，哇，这是必点的哦，来这里大家一定要吃这一道哦。这边跟你们做个介绍一下，这边总共有四种姜汁，这个是姜汁，有醋酱。芒果辣酱跟这个是胡萝卜酱，四种酱料都可以任意去搭配，看你们主要你们想要吃哪个口味都可以。那这边的蔬菜都是温沙拉，都是烫过的，或是炸过、处理过的。对啊，但是都是原味食材。对对对对对，嗯，很棒哎！哇，赶快拍照打卡！超漂亮，它叫伊甸园沙拉，温沙拉开胃菜，真的不错。它的玉米跟它的地瓜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超好吃。然后它的酱芒果辣酱好特别，一定要吃吃看芒果辣酱。这个是萝卜胡萝卜的也很好吃，胡萝卜酱也很好吃。它那个南瓜汤也很好喝啊。它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。没有，怎么？我觉得应该说什么？从这一道就咱吃过去就好了。酱这种酱会有选择困难，对，选择困难。太给白太便宜了。嗯，对对对对对。阿妈要从对讲对，我给你好。干嘛取消？就是要拍照嘛，对不对？好好好，来拍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这边一个三，一个。这个很好吃。哦，那是萝卜，这个很好吃。等一下我拍照啊，还没拍照，来帮阿妈拍照，来阿妈来，阿妈帮我拍一下，来，好，你先给他，我刚吃的时候我不知道它是红萝卜，真的吗？对，好，帮你拍一下哦，看这里，一二三，太微了，贴心哦，这边有的这边也会有，不会不用伸手，然后那边赶快，那边对啊，那边是一样对称的，但它有四种酱，对，它有三酱，看你要用哪一个，对，你要来四种，靠你了，这边好像有个咖喱碗来过了吧？还没，可是要不要取消咖喱？我因为做了几年，买了很多啊，买了如果没有做，再来一个猫耳面，有吗？对，猫耳面，猫耳面把它取消掉。再来一个猫耳面，帮我看一下。刚刚有吃过的那个是别的，对，有两个，白香果，有凤梨，有。要不要帮你拍一张？香橘子啊，萝卜啊，但是它应该有烤过还是煮过？对啊，拿我的，这都是刘美颜对不对？原形食材。刚才没有先拍一下，等我啊，等我讲。对，哇，阿妈，你们好有气质哦，应该把这个茶道拿到对面去啊，拿到二馆去才对。对对，拿到二馆去泡茶。二馆那土好漂亮哦。对啊，哇。后面那土好漂亮。你看这个，它这个垫子就是他们的日本的垫子，它是他们自己烧的杯子，云朵盘，云朵茶盘，你看，对啊，漂亮的，像花朵跟云朵。哦，他们还没给你那个热水，他们自己家单有。要的话再泡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嗯。酷哦，看那杯子都是他们自己拉胚的，自己生产。对啊，连这个垫子上面都有绣 Happy Bird 的 logo。好，他们自己用。他应该是跟艺术家定制的吧？哦，超漂亮的。而且它这边的颜色在镜头里面看起来都很漂亮。真的，都很漂亮，都很漂亮。好，然后它这个摆盘这样摆起来也很漂亮。来了，热水来了。
好，帮你开。阿嬷最爱喝茶了，茶粉。这个茶叶是哪野茶叶？这个是阿里山乌龙，然后我们让它泡大概，对，然后我们让它泡大概45秒左右，这是第一泡，第二泡过后都是30秒就可以了。好，有需要再加热水的话再告诉我们哦。那等一下，给它一个小壶，对不对？在这边，在这边，这个是云杯。等一下，这边茶叶茶汤泡好过后再帮我们倒在这里，然后再倒在你这里。对。OK， 好。哇，真有气质，你两个，难得那么的那个闲云野鹤一下，不错，我帮你们拍照。小文和小女。对。喂，这很漂亮哦，这样漂亮。因为它刚上来的时候被围篱掀开，所以它的自然就这样子，自然就很多，所以这个塑形都很漂亮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有点熟悉了。哦。然后在这里，我还想说那边可以做一个打卡景点。我会拿下来。对啊，而且其实它这样旁边有停车场就很方便。这边就是那两棵大树，原来的还有另外一两棵，其他的全部都是自己种的。哦。你看这个步道，就是你定制的那个石头，就是好像树叶定制的石头，踏阶。我这边哦，两边种了大概80棵的肉眼中，从藤山跟这边，然后这种草花哈，种了大概5000多棵。光这个园艺就花了。真的，这园艺就花很多钱。是，这个小阳明山的落羽松就很漂亮，就又长出来了。落羽松，你看，落羽松就长出来了，可是要等它变黄。对对。然后小阳明山这边有停车，停车大概有71个停车位，所以位置很多。然后这边的落羽松。是在落叶的时候，现在长新芽，春天到了。小阳明山这边种了50棵落羽松，然后那个黄枫，这是黄枫，种5棵，黄枫现在发芽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到秋天，秋天变黄色的，很漂亮。然后冬天掉叶掉光。哎，那每一个季节都可以来吗？每个季节都一样，春夏秋冬的不一样。对啊。樱花呢？台湾的樱花，这边这就是山樱花，山樱花就是农历过年大概。1月，我们1月就开，好，2月没有，我们车，我们放上车啊，先帮你搬着。3月到4月就两棵。然后小阳明山，阳明山两边，这边白色的叫白宫，黄色叫什么？黄宫。对对对。白宫跟黄宫。好香哦，这个草的花草的味道。铁冬青啊，很漂亮。铁冬青啊。你知道这样子两间呢？它这边就是走白色跟黄色两个色系这样子。是，对。因为以前的门是，所以他们如果是外形要给它换色也不行吧？这可以吧？这个应该他们自己决定的。是啊，那为什么附近几乎都白的？几乎吼。对啊，大家都喜欢那种美式的感。哇，这个樱花开了，漂亮。然后到秋天变黄，真的很美。冬天凋叶，所以。在阳明山，因为它天气变化，对，合照一下，把这个树来，来，集合一下，像很漂亮哎，集合一下，来，很美，应该要在这个地方，整一排哦，来，我来找一个人，我找弟弟来，明姐，我找一个人来，我讲进来，好漂亮。